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姐频道。一款可视化门铃可提供 2K 的分辨率和16:9的扩展视图，可在手机或移动设备上实时监测门外安全状况，还可语音留言，采用电池和电源的双电源模式，原价189.99元，目前优惠40元，折后149.99元，有效期至11月3号。秋天是进补的黄金季节，给大家推荐华人生活馆的抓一地姆多功能破比料理豆浆机。这款机器有5大优点：一、无需沥渣；二、使用简单；三、清洗方便；四、容量大；五、功能强大。一台等于8台，最好用的机器没有之一。谷类、豆类、米类、果蔬、坚果、山药、南瓜、紫薯放进去，只要轻轻按一下，豆豆反复磨，煮得香又透，只要一小会儿，香浓豆浆就 OK， 能喝豆浆了。用水一冲就干净，粉碎更细腻，营养释放更充分，文火熬煮更香浓。折扣码放在说明栏里，大家记得使用折扣码，这是一姐给大家争取的专属福利。 Vitamix 破壁机，这款破壁机带10年质保，可以做果昔、冰沙、绞肉和热汤，适当变速，带手动脉冲。这个品牌的破壁机价格比较高，比较适合商用，如果是家里偶尔使用的话，可以考虑选择单价低一些的产品，原价499.99元，目前优惠100元，折后399.99元，有效期至10月27号。空气净化器佩戴两个一体式的高效过滤器，可随时捕捉灰尘、花粉、宠物皮屑、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房间异味等，适用于大约360平方英尺的空间。滤芯每年只需换一次，原价179.99元，目前优惠40元，折后139.99元，有效期至10月27号。超高清有线安全监视系统有8个通道，配有4个摄像头和2GB硬盘。借助 4K 分辨率和彩色夜视功能，白天和黑夜都看得清清楚楚，可通过警示灯和警报器阻止不速之客，原价699.99元，目前清仓特价449.97元。冬天快到了，看看这款汽车应急电池启动器，可启动12伏的电池，为车辆的冬季出行提供安全保障。另外，它还集成了汽车轮胎充气和 USB 充电功能，还佩戴120伏的电源接口，可提供200瓦的紧急家庭用电，原价159.99元，目前优惠40元，折后119.99元，有效期至10月27号。不粘锅3件套，尺寸分别是8英寸、10英寸和12英寸。锅体采用硬质阳极氧化后铝材料和防翘曲磁性不锈钢底座，导热快而均匀，涂层采用3层结构，具备良好的抗划伤性能，原价99.99元，目前优惠20元，折后79.99元，有效期至10月27号。来自法国的斯坦布铸铁锅，容量 4.7升，是慢炖肉类和煲汤的绝佳选择。精致的搪瓷饰面，紧密贴合的盖子，能完美的从厨房过渡到餐桌，为此也得到众多美食爱好者的青睐。原价179.99元，目前优惠40元，折后139.99元，有效期至10月27号。小朋友特别喜欢的 cheese 条，每盒40根，每根21克，独立包装，100%真正的奶酪，
其中部分是马苏里拉奶酪，原价14.49元，目前每盒优惠3元，折后11.49元，有效期至10月27号。新鲜的有机蓝贻贝，又称海虹，一组2盒，总计重6磅。蓝贻贝煮的时候不需要加水，稍微加点盐，煮到开口即可。原价15.99元，目前每组优惠4元，折后11.99元。科克兰柴达奶酪，每袋1.15千克，奶酪采用80杀菌牛奶制成，味道温和，可搭配蔬菜水果直接使用，也可用来烤披萨、做 cheese 馅饺子、肉酱千层面或者其他美食。原价14.99元，目前优惠4元，折后10.99元，有效期至10月27号。非常少见的葡萄籽油，每桶3升，味道清淡。葡萄籽油的主要成分是亚油酸和原花色素，具有良好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效，可降低人体血清、胆固醇和血压，并降低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。原价19.99元，目前优惠4元，折后15.99元，有效期至10月27号。一款女士防水裤，外层防水防风，里面是微绒衬里，裤子不厚，但是保暖效果非常好，而且面料舒适有弹力。秋末冬初天气渐冷，大人孩子穿上这款裤子都会非常舒心。原价22.99元，目前优惠5元，折后17.99元，有效期至10月27号。包装精美的哥蒂凡夹心巧克力，每盒422克，有黑巧克力夹心、牛奶巧克力夹心3种口味。夹心如奶油般丝顺柔滑，是比利时巧克力的经典之作。原价13.99元，目前每盒优惠4元，折后9.99元，有效期至10月27号。最后看看这款万圣节的南瓜装饰品，高度21英寸，适合放在室内。下周就是小朋友们超喜欢的万圣节了，喜欢的朋友可以把这件装饰品带回去，目前清仓特价39.97元。在这里也预祝大家万圣节愉快。又到了最开心的购物环节，看看今天在 Costco 买了什么好东西吧。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。